简单的嘛。哦，虽然讲看起来好简单，但是吹到非常好咯。察觉到咱的真心，我察觉了，咱就是伫福气里天啊。咱求得吼，甲咱讲吼，哦，今得此一早哦，就是如得登云船。那怎么想上这个法船呢？那怎么法船的是搞无极一天呐嘛？那要供的是哪样嘛？那上法船的是可以无极一天呐？啊，没那这样搞，动他那个搞啊啦！眼前观即是当下照辉煌，你这个心当下观即是啊，动他的心啊，不能那个是出离。一佛经来讲是佛教世界，伊那来讲是佛教里面无极的，但没有分别对待。你的心是非常平静，无分别对待。你有起这个心，就是无极里面啊。啊，伫咱道中，我拢安怎讲？伊在咱道中，佫有一句话非常好啦，伊咱去定定去察觉咱的心，感受这个境界。咱三老看会到，明明上帝无量生理，至尊地成三界是方万能真在。每四字一句，看咱的境界差偌济。咱敢有自尊之身啊？我讲来，咱不在那个地嘛，真惭愧嘛，哟。自尊自胜哦，后面不敢讲。可是现在本性本来的自尊自胜啊，像咱那么敢讲，无去察觉啊，自我搞啊，家己愧对于天地啊。所以呢，自知处于无极于天，自知处于那二十个字的分页。那你主席告别啊，那你心告情谊啊，你三界是方，刚刚是自尊自胜，刚刚是万年增长。我们刚刚当光美出来了，非常亏欠的时阵，咱要被主低的哦。就当咱要讲咱的境界修了真好，看咱主低，那有比例篇，那有二十四真言，所以咱的心观，现在心观随时可比咱的心不低啊，别当青菜啦，要谨慎啊，修行很明确，修行那是咱不简单呐、啊，因为咱的习性太难了，你多加习性不那简单呐、啊。咱是想无简单，咱就都唔通去逛过落去。好，再来看主题，就要记两个题吼。要主题什么？就是明咱的心嘛，主题就明啦。明咱的心就是客理无料，客哦，这客就是活塞一切啦。我今日记得三十五章就较好，还是少两句来用啦。三十五章有讲着吼，六一年过客气。乐，互咱快乐；逆，把咱引诱的物件，爱当作是贵客同款。有就好，过客执。你若一直要享受，一直要执着，一直要爱，就不是智啊，咱就无智啊。客，不管咱去哪样做客，为客知道爱怎样，适可而止嘛。啊，咱为主人知道爱怎样的话，客人袂当把我干掉的。就是像咱今仔日算是经营饭店好啦，咱若经营饭店也是经营餐厅，人客一来，我拄着拗客，甲我餐厅、甲我饭店拄到乱七八糟，哦，拍拍屁股就走了。哦、我是利用一世人的时间去甲伊变名，甲这物件退转来，带讨个公道，还是呢？哦，再收拾收拾，赶快迎接下一个客人，人心都要回得去。这是一种选择。两种的选择拢会当，有人选择甲伊拼啊嘛，讨个公道，把我的厝，把我的餐厅变甲安尼。但是你拼啊，你甲伊拼啊，你记你的本分是啥物啊？本分你是餐厅的主人，你是饭店的主人，主人就是要继续经营。拄着这拗客过，就该好过去啊，无应该浪费全部的精神，浪费一部分不要紧嘛，因为家己有。但是你若袂记你主人的本分，就真容易浪费一世人的精神。哦，这是贵，这是客，咱干掉就咱做主人的本分啦。
银，安怎讲咱咧言而彼此生意，伊心甘意的确心里嘛是客啦，外在欲望拢是客，啊，甲伊化作想法，欲金变欲色，咱心里先，是这是色，就是变成一种变。客是外在，定是咱内在，内在是定，这定拢甲会互咱引诱去嘛。但是呢，咱的内心有一个特色，就是无量清净的。既然是无量清净，就不应该互遮个尘埃所影响。伊本来尘埃就无可能影响到这个清净的空间啦。就亲像咱即马这个空间有偌济尘埃，其实会障碍这个大空间嘛。啊，那有啥物在意的？你讲，咱有一个较好的空间。我们去在意这些尘埃里面，我们的心情是无量的心意的，哦，这是反客为主啊，反这个尘为主啊，所以呢，他那主低才讲啊，客尘来放好一品啦，当施主啦，本心按要变，唔通讲落干你拖咧行，你那很容易反过来的。咱起码先来那个人讲，那咱就倒正回来。唔通哦，肯定行都唔知，咱知就来咱个平等啊。咱这是第二，民心理精是无悔，才咱个心智是得为咱明啊。咱明了，咱真诚，啊，好比讲明咱真诚的心，阿妹，咱才咱有真诚了。看咱一世人偌济有悔，还是咱就知。咱哪拢无悔？珍珠有讲过啊，哦，咱要讲珍珠精，咱先讲清净经嘛，清净经是讲一句大道无情嘛。你不是来讲，哎，无情，咱是讲都无感情。而且道家讲的这无情，就是用一句来解释啦。哦，道家讲的无情，都要庄子解释的。庄子讲无情，就是卖以放我为上于心，就是讲无情，就是讲卖互这个情遮住啦。我情遮住，就伤着咱的主心啦。像咱个珍珠人啊，所以才讲大德无情啊，让我这个情来遮住，让我情遮住，就是爱用真诚来遮住啊。有啊，之前我甲国中生分享过，有啊，旁边的所在，有啊，旁边的所在，大家关心一个灵魂嘛。我就甲伊讲一句话，这个灵魂伊去向甲。十几年来观察都是什么出问题，一辈子都陷在爱物欲之中，这反正来说我要爱嘛，爱就讲爱这个物件，感情的问题啦，恶嘛，我讨厌伊嘛，我甲伊伤害啊，欲嘛，欲望啊，为了这个欲望，要去贪，要去贪不应该得的，要去诈欺。一世人拢感觉高高低，看到这凡情是犯罪百态，爱物欲一个爱物欲的，一世人永不得翻身。那反过来，那卖或者爱物欲的伤咱的心，不依放落对象之心，天地这么好，百德这么好，是咱无要让咱不要后悔的，那后悔上好嘛。好像讲着一后悔之。一穿车，咱人生比较后悔几遍，哦，都少的呢，次数很少的，所以真诚无悔上快乐嘛。阿变那真诚无悔，自知者明，那个心有明啊，不然做出人啊，不然出人无给第一天啊，哦，这是我那天在那天领修的所在啦，哦，所以他的一上就得一点的第一股。三十三章的第一句，咱照着第一句，咱当去来做一个啊。反过来啦，虽然讲着主低食低饮食低，主低食饮顺序是安尼，但是咱甲你反过来，咱因为主低饮食饮啊，别做搞啊。咱因为会当做个主低饮食饮，会当互咱较有智慧，所以即句会当往前推，会当往后引导，会当将咱个智慧去提。咱知影人，咱有智慧，咱家己了解家己，互咱更加平咱的心性。
而且咱另外的心情，我那个了解别人，那个现在有地位，去应该了解别人。啊，了解别人，会当给伊更加好的帮助我嘛？哦，咱要帮助别人是较简单的呢。咱家己人无能力、无地位，无法度帮助呢，所以这是一个不断的循环的关系。来看一段吼，圣灵真有力。为有真侪版本啊，甚至那医学术界来讲，几乎快百分之百啦。拢会讲，即句相较于后一句，后一句是主性较强嘛。即句是要衬托后一句话，就是讲呢，咱个赢吧是靠咱的外在能力啦，但是爱赢个比较是真正的强势啊。所以来讲，即句可能较无遐好，当然较无遐好。那么安尼个解释嘛不要紧，但是安尼个解释刚好，就无好嘛。弄做甲咱讲个话，咱家讲一句无好，就较无意思了嘛。所以有方嘛是要用正向来讲一句话。这今日这背骨有方拢是要用正向来讲的哦，因为弄做在经济是不少讲着负面的啦。所以若讲着一旦改转为正面是上解好。你对这背骨呢？哦，这句嘛是正面的，嘛非常好。性命真优劣。有要用正面的来讲，咱今天日要胜人，要敢赢，而且赢就代表讲呢，我要让你臣服于我嘛。啊，臣服讲也是什么程度相当啦，我要服人就好了啦。我今天要让你服我，哦，你要我怎样才能够服人家？你要靠有力的，你无有力的条件，你没有很强力的条件，你无法度让人信服我们。所以这就强调讲，咱有这个能力，而且最这句是强调讲，你要有能力的，咱要有能力哦。无你伫世间代志，你啥物拢做袂到，你免讲你应该无管啦。你要让人听你的话，别人就听袂乐意。所以刚刚来讲，你要让人听你的话，你要有能力。啊，能力伫倒位啦？老子这力讲过两遍，所以老子强调这个力。就对不起，讲外在的力量。另外，迄个点应该是六十几种遐哦，讲到哦，生生者不怖哦，生生者不怖哦，善胜彼者不与，是谓不争之德。我做讲到这个点，讲到一种啦，不争之点是为配天，是为用人之力，是为配天府之喜。代表老祖强调这个力，你若做较好，是配天的，是古之级的，古来之道上盖好的。所以就讲呢，咱要有这个配天府自己的力，才能够去胜的。那有这个条件，再让别人听咱的话，咱才真正当个借着别人听咱的话去帮助着别人，你才能够胜的。所以条件讲，咱世间上的一定要非常的具备啦。虽然讲世间代志是有余的，但是世间事嘛是有伊的德行所在，有余之中嘛是在涵养咱的德性。哦，所以世间话的有余嘛，已经去做，我们有这个条件可以去胜人家。哦，所以如何有力的胜人，就是有法有空。啊，有法，咱的第一个嘛，胜是世间话嘛。一篇真好的文章，因为像这篇文章，即马囡仔袂读啦，哦，啊，咱顶一寡老菩萨可能嘛无读过，拄啊后下即辈即代读过，后下简单甲伊秀过一遍，啊后下有变解释，咱来了解讲，哎，好文章其实蛮重要，世间的德性嘛是真好啊。这是一篇外国人所写的麦克阿瑟将军呢，麦克咱拢嘛知嘛，二次大战期间的五星上将嘛。正经带领相片非常的好，一个人若有智慧，讲出来话会永远流传了，算是正经嘛是同款。咱来看伊安怎，希望伊囝儿安怎。通常有惊望的人，拢希望讲囝儿富贵啦，哦，富二代上好啦，还是官二代上好啦，这个才大个官。大部分拢脱离不了这个想法嘛，讲换另外想吼，就是讲注意啊，先陶冶我的儿子哦，让伊成为一个坚强的人，我会当知影家己啥物时阵是软弱，
就我简单个念过就好。我咱家己去认识，所以成为一个勇敢的人，能予伊会当伫危机的时阵看清楚，咱个看清楚家己，忘掉这个宝贝，予伊会当伫清晰的失败之中，失败之中会当组合而不分，在一个成功之际会当天顺利运河。请注意啊，我的后生，所以唔通以愿望来解释一个作物，所以会当认识主，会当晓得主的乃是伊意识的依照。我祈求你，莫用着伊家用安逸舒适的道路，爱予伊遭受困难与挑战的磨磨练甲测验，予伊照处学习在风暴之中拼得起来。让伊借此学习对失败的人加以同情，请导引我的学生，所以的心地纯洁，目标高超，会企图教育别人进行会当先教育家己，对未来成家有话，但是永远卖着伊过去。在伊甲以上的主点讲做甲到位了，搁来赐予伊充分的优越感。所以，咱永远保持严肃的态度，但绝不绝对的自恃非凡，过于孤立，请赐予伊谦逊。所以可以永远记牢，真实伟大的朴实无华，真实智慧智慧的虚怀的目光，甲真实力量力量的温和勇敢。最后，作为父亲的我，或者甲真细声的讲，我一定。无会出生，所以咱看出来嘛，真正要陶冶一个人，不是怎样简单的路，不是怎样安逸的路，是要去挑战。但是挑战了，才会非常强逼。所以啊，就我要用这句话，用其中的三句例子啦。真正有力的条件是啥物？真实伟大的朴实无华，朴实无华，这是上伟大的啊。朴实，这人真朴实。虽然看起来正要光明，光无光明，看起来都不显眼呢，但是朴实就可以富了。虚怀若，真实智慧的虚怀若，看起来什么拢唔知，拢无必跟人争，或者上界低，你才是真正有地位的。真实力量的温和境界，有多温和嘞？拢袂话人，袂话家己做归属个声尔，风吹温凉，风简单嘛就温和。这东西真正有那个啦，那个圣人是爱有这个力量啊。你是讲这句啊？我来学习啦，我得当行人啊，人得当相信我啊。没有那么简单，德性的培养就是那个圣人的这个想要有那个这个条件啊。还有个一刚刚对的哈，你看有力的圣人，以德服人嘛。我们要服人，这点是上该好的。阿德兴对了起来，对啊，那我想讲啊，拢打算讲德兴啊，德兴对的，就是对于很平常来的，这件代志这个孤等。不管这件代志的程度或深或浅啊，只要是正知见的人就来做孤等，安尼就是有德性啊。就亲像讲，哦，咱卖口出恶言，人讲这无啥，我咪讲骂你啊。但是你十年无讲口出恶言，你十年无口出恶言，哦，后来人发觉你，哎呦，全被一世人没有口出恶言啊，哦，人就福你啊嘞，哦，你无简单。你要是世人弄一当卖爆出口，因为这是很惨的，不用说这电影啊。所以，你当弄电台刚刚跟你心情好，电台刚刚跟你心情好无个，你要真正很惨的做他心情好。有真侪人，咱拢讲家暴嘛，家暴大家犯罪人，迄个人最后都讲我袂去犯啊。电视剧嘛，拢安尼嘛，拢每个番啊，拢都有声，拢都唱过。
最后是哪个还啊？当你当时你当下忏悔，你有德性还不够，你的德性应该很长走出来。哦，你别个还啊，这我还还，十年二十年这我还还，这未够，卖讲德性，所以没有很长，没有德性啊。一心作贼，作贼，这一心作贼嘛是要很长的哦。咱十年、二十年、三十年，就亲像上海，上常常讲父，上海父亲，常常上海常常讲的第一句就是以身作则。上海上海，人家不惜一定要来讲一句，因为你的这十四人我有阿婆嘛，啊，所以这个叫服我嘛。对啊，那十四人很长者的一些兵，哦，非常有力嘛，力足够大嘛，对不对？对阿弥陀佛，这福人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万有的家己去祈祷，卖好的，但是拢家己去包起来，拜拢把人死。那再反过来，不为自己求安乐，但为众生求解脱。反过来，你懂德性了、啊，等下一者以身作则，做得很长久。所以这个是讲的是一个很标杆、很大名家的意义，这就是它抽象的。好的才是一体设计系啦，以身作则就是德性的了、哦、所以德性在我们的身边，花的一百折出来，那不是用抱怨，把你讲，你用电话拨，电话拨接听，啊，想看家己做偌济啊，忍耐偌济啊，那有贪着无？那有人害着无？啊，头前有讲着第一人家地嘛。啊、那也让圣人者有力，在有力能够建筑在那低龄的心胸，会更加有力，更有温暖。可是说呢，我要去扶人家，都能扶家人标杆嘛。而且他也让更借流掏钱。